团文正中吴氏南馆文武郎君太平歌天子门生等均属于南馆系，其中除海普陀寺所属的南馆人保有传统风格正统曲调外，其他各镇以各唱各的调自成一。98格又为何文正所占比如此之少呢？究其原因，南馆天子门生等因性正团弦管器需要平日之长期训，才得以熟悉演奏的技巧，并发挥曲的旋与韵味，较难学习。加上现代化工商社会的变迁，产生许多现代化的休闲与旅行式，使愿意学习传统音的人口日益减少，自然就较难以组成神江团，是由真人扮演神江的宗教性阵头，且神江一般皆为某神指驾前的护卫或部署，协助神指共同执搜捕拘拿嫌犯或协会等宗教性任务，最终目的是协助神指维持禁欲的洁净，共同完成和敬平安的神圣任务。因而各神将团随着各宫庙执事者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训方式、阵法、装束、法器与特征。由于神将团开敛后被视为仿如神驾亲，并具有扫妖除魔、拘拿协会的宗教性功能，较能满足青少拥有神圣性的荣誉感，因而较吸引青少之与意愿。与庙会或民俗信仰活动时，是各镇团纷纷展现平日训与组织活动的最佳竞技场合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传承的生命。148